大家好，我是愚人众第十二期执行官大野猪。首先向各位新人朋友介绍一下如何减小自己的客户端。我们先打开界面，然后选择这里的设置，点击语言，选择这里的语音包管理。那么如果你这里有多余的语音包，把它删除掉，只留下自己想要用的，删除以后就可以减少对应的语音包体积了。接着来说一下抽万叶的玄学地点，首先当然是北斗的这艘船上面了啊。第二个点，传送到到期的这个副本门口，接着往右边跑啊，右边啊，是右边，往右边往上飞过去，哎，到了这个缝下面，哎，看见没有，飞下去啊，这里是万叶友人的墓地啊，来这里抽应该也几率挺大的。至于想抽可莉的朋友们，可以到西风骑士团的禁闭室门口，相信这里应该是不错的，就是伍德边上这个房间啊，来这个房间门口抽。如果按照剧情来推算，可莉现在应该还在到期和萧公研究烟花火药之类的，所以啊，白天两个人应该在房间里面研究，那么白天来这个门口抽。以上都是玄学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抽到自己心爱的可莉和万叶。然后 2.8 更新完成以后，迪卢克的衣装就会上架商场，折扣持续到版本结束。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朋友，可以等到7月27号这个活动开启以后，试完了穿了新衣装的迪卢克以后，再决定要不要购买，毕竟要1980结晶呢。然后是一个十连大概率会出双子或紫金的方法，大家都知道每次十连都会保底出一个四星角色或武器，所以我们可以先单抽8到9次，如果没有出紫色或者金色，再来一个十连，很大概率会出双子或者金。当然这只是把两次保底放在了一起，不过看上去舒服一些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。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抽卡圆梦，关注野猪，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，谢谢大家。